球衣的利拉湖队。利拉湖队的三号球员是来自巴西的卡尤罗萨。五号球员是来自意大利的耶涅瑞。六号球员是来自法国的 Benjamin Dobe。七号球员是来自新西兰的 Sam Hepeda。九号球员是来自意大利的 Luca Bellini。十号球员是来自比利时的 Steven Broughton。十二号球员是来自德国的 Nicholas Bresser。身穿绿色球衣的是卡顿河马队。卡顿河马队的一号球员是来自荷兰的 Brad Vanias。三号球员是来自新西兰的 Cole Huggins。四号是来自西班牙的 Angel。五号是来自俄罗斯的 Ivan Debri。 七号是来自意大利的 Fabrizio Massa。 十号是来自德国的 Filippo Grifol。 十一号球员也是卡顿河马队的队长，是来自荷兰的 Paul Snyder。好，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现在呢，球员必须在场的底线，也就是球门线就位。两队呢会分别派出速度最快的球员来争夺场上的第一颗球。我们的比赛就要开始了。现在是由每队派出速度最快的来进行争球。利拉湖队呢将会派出三号的打击球员卡尤罗萨。这是卡顿河马队的一个非法冲撞。三个射门为这个利拉湖队获得一个角球。严杰瑞开球，队长，队长，
下面三分又得到一个角球，开局的时间还有。会长看。卡顿河马队在禁区里面呢有一个非法用奖的犯规，卡顿河马队的防守球员的奖非常靠近这个队长利拉虎队的队长卢卡的手，现在呢卢卡要进行一个自由球，他有卢卡，这个卡顿河马队的防守战术是2-2-1，这看起来像2-1，其实呢是3-1，因为在卡位的时间呢，有一些队员被这个进攻球员撞到后面去。那现在是卡顿河马队的进攻，他们的防守还是比较紧。哎，对，刚才那防守球员还是做得非常不错。那现在是进攻。那这边可以看得比较明显，这个黄色利大虎队呢采取的是1-3-1的防守战术。队长破内穿，巴特的射门是有射进去。一个角球，伊万开球。对，六六六六，好球！弗比西奥马萨，意大利队的，来自意大利的弗比马萨的射门呢，在这个守门员梅吉米，哦，不是，是防守球员上面挡到了一下，结果反弹入网。李丹红队进攻，卢卡，还有，卢卡，刚才卡特马队的。七号球员，防守球员，而贝利奥呢，他有一个防守上的这个犯规，也就是非法跑姿。现在呢，这个队长卢卡，伊拉克队的队长卢卡在禁区前面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有一个自由球。这球传给他，还有，耶！伊拉克队获得一个角球。变得射门比较无力，还有我这球被截取了，卡顿河马队的刚才的犯规呢，有一位球员得到了一张绿牌，他被绿牌警告，应该是故意冲撞这个伊拉克队的队长卡。
一旦我们的这个中文具比不敢好球这是无法照台式的胜利他上面的手好像是有点白手白手对对他是一个有点错误的胜利然后呢在一个防守球员全部举奖的情况下现在是卡顿的马队的进攻我裁判判了一个角球哦，不是，这是一个线球刚才只是碰到了球框的出界没有碰到任何防守的一个角非常尴尬念念演的射门很可惜这一球出界但是也会遇到不被争取的一个角球每支队伍呢他有60秒的射门时间就是他必须在60秒持续的60秒里面必须要射门如果没有射门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犯规除非是对手球员犯规或者是自己射门否则的话60秒不会出现可以看得到现在呢卡顿罗马队把防守的重心都放在了9号的队长卢卡身上只要卢卡进到禁区就会有两三个防守球员冲上禁区来自俄罗斯的五号球员伊万拿到了这一球。伊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仅仅才20岁，那却也代表了俄罗斯五号球队。好球！进球的是来自西班牙的四号球员。梅爵呢，在西班牙最顶级的俱乐部的 Valero Mosso 的 Tivo 俱乐部打球，是7次的西班牙足球冠军，曾经代表西班牙获得2017年欧洲锦标赛的冠军。一旦我们叫一个暂停。来自利拉乌队的九号球员卢卡·费利尼是来自意大利，他是2届世界锦标赛的射手王。他曾经获代表意大利呢，在2017年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他的队友耶涅瑞，五号球员耶涅瑞也同样是获得了也是上一届的冠军球员。暂停结束，现在比赛开始。他有卢卡卢卡卢卡
卡顿河马队的进攻，带领的是菲利普。这首歌是被防守球挡下，可是呢，卡顿河马队还是拿到这一球。我们需要带球。获得射门，获得射门为卡顿河马队得到了一个角球。现在时间来剩下2分29秒。卡顿河马队暂时以2-1的比分领先。破，说明本杰明做得非常好，他把这一球挡下，然后这一球反弹出界。现在呢，卡顿河马队又得到一个角球。为了马队进攻，又是一个角球。这个射门显得有点太水，有点太着急了。哎，对。这是一个非法用角。五号球员伊万在出界的时候，打火队的九号球员卢卡，所以几乎打在了，将已经几乎打在了手上。破开破，上篮飞进。Fabrizio 来球，回传给破，发射篮球，小飞球。这个角度传球吗？对，也没有位置，而且传球速度也不快。立达虽然落后一分，但是他们的防守也是卡得非常紧。对，是防守做得很好。卡尤洛萨当年申请的时候是一个犯规动作，因为这个卡顿河马队呢，先用手去过去。先伸手，然后就不能伸脚。哎，对对。好球。这是 Fabrizio Massa 的第二颗进球，非常干脆。对，也是几乎在同样的角度，同样的位置。这一场比赛可以是立达虎队的面子之战，因为他目前在10月的赛季里面还没有胜过一场。此外呢，这场比赛也将决定谁会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一。一条红队的一次丢球，文杰明传给了卡尤，卡尤又是带球，再往外传。距离上半场结束时间还有大概29秒。
卢卡，卢卡那一传，哦，好球！现在身体失去平衡之前，把这一球射出了这个卡顿队的门，可能连这个卡顿马队的守门员破都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出手。哎，对，他应该是以为他会往外传。哎，是的。还有十秒，十秒。不秀，好球！又是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角度的射门。不秀今天连续进三球。可以，对。还有一秒钟，好，上半场比赛现在结束了，现在呢是中场休息三分钟。半场的第一个球，哦，由卡顿特马队抢到，抢到球的是五号球员于范，来自罗斯里斯。
卡顿他妈的进攻显得比较有耐心。一到五队开球，文俊平拿球，卢卡，文俊平，这是一个空档。卡顿的马队的要求员巴特，他来自荷兰，是现役的荷兰国家队代表。他在荷兰的 NDL 俱乐部打球，是三次的荷兰国家锦标赛的要求员。卢卡拿球，传给斯蒂芬。念你们射门被防守球员挡下，这也为抵达五队创造了一个角球。Steven 开球，卢卡，好球！
卢卡在寻找着奖跟奖之间的希望，他终于在这个库的旁边找到了一个小很小的空间，把这球灌入了中，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他一直都在试这个球啊，把这球啊，他的脚到底会伸向哪个方向？对，这个技术还是非常好的。卡顿河马的这个进攻，我这球砸中了他的框，发他的扣。燕的手非常的长，那把假身放到前面，这是一个犯规。我刚才判了出界，现在还是卡顿河马队的球。还有两球，一百一十。